明王的锅该谁来背？明王的锅历史上总说明王亡于万里，明王亡于天启，甚至说是明王亡于嘉靖，更扯的居然说明王亡于朱元璋，反倒是崇祯成了勤俭节约的三好学生。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万历就不用说了，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萌芽，万历三大征更是打出了大明的国威，而被文官集团黑出翔的天启一朝实则相对稳定。明熹宗上台后集会完政治平衡，用魏忠贤打动领导，国家财政稳定，反倒是辽东局势最好的几年。可惜崇祯上台后不明所以，迅速打掉了魏公公，这帮家伙执政期间一门心思的互相抬杠，然后商税海税等各种税收全部废除，农民苦不堪言，天灾加上人祸，终于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挂东南枝，大明王。